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上次为了购买捕昆虫用的捕虫网和饲鱼箱，小庞和詹姆斯来到了量贩店，但是那里却是有2.6个东斤巨的那么大的超大购物中心。而且啊，他要买的捕虫网和饲鱼箱这两个商品是放在量贩店的2楼。 到底他们能不能顺利找到呢？小小黑猩猩小庞和拍档的牛头犬詹姆斯一起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充满了刺激和出乎意料的梦幻成长故事。这次的任务是在量贩店找出捕虫网和饲鱼箱篇。 在宽敞的店里到处寻找的小庞和詹姆斯，两人首先来到了健康用品区。结果，哎，小庞停住了脚步。吸引他目光的是，哦，血压测量器。 原来啊，这里是可以自由测量血压的地方哦。小庞好像非常感兴趣。哎呀，小庞，你就算量血压也没有什么用啊。 开始乱按机器了，结果竟然碰巧按到了开关。史上头一遭，就要开始测量黑猩猩的血压了。到底血压是多少呢？ 测量结果呢？哎呀，真可惜，小庞好像有点害怕的样子。接着他来到了另一个卖场，这次是太阳眼镜的专柜，结果他竟然。 什么呢？他发现了昆虫放大镜，小庞知不知道要怎么用啊？接下来是竹篮，虽然同样是容器。 不过小庞要买的是饲鱼箱哎，小庞在卖场里四处闲晃，哎呀，他到底想不想找捕虫网和饲鱼箱啊？
果？小庞这次找到的是台车的卖场。不知道为什么，小庞对台车很有兴趣。接着。台车下来，在卖场上玩了起来。闲逛的小庞，接着竟然往不该走的方向走去，然后他来到的是，原来是户外的卖场。来到的是石像的卖场。小庞，那些商品全都是要钱的哦，小心一点，千万别打破了。小庞，你丢下詹姆斯不管，你要去哪里呀？小庞接着来到了样品屋区。小庞和詹姆斯再度回到广阔的店内到处乱逛，可是这样下去的话，根本就找不到补充碗和四鱼香的卖场嘛。哎，就在这个时候，小庞发现了一部电梯，而且有一个小朋友拿着捕虫网。
好像发现捕虫网喽！立刻推着詹姆斯往电梯的方向走去。啊！可是，电梯门要关上了。其实小庞上次在水坝出任务的时候，曾经靠自己的力量按下按钮坐进电梯里面哦。小庞成功的按下按钮，电梯门打开了，成功了耶！好，接下来要按二楼的按钮。对对对，哎，什么？小庞？哎呀，他竟然每一层楼的按钮都按了，真是拿他没办法。小庞，要准备下电梯喽。可是。因为有其他的客人进来，所以小庞他们没有办法出去。虽然事先已经告知客人小庞他们要来出任务的事，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开心。然后，其他的客人在三楼下电梯了。居然跟着那些客人也在三楼下电梯了耶！结果，原来三楼是停车场。小庞发现走错地方以后，又推着车子回到电梯里面。可要记得在这里出去哦。太好了，终于顺利到了二楼。好，来到二楼卖场的小庞和詹姆斯，接着。买的东西就在眼前。好，只要把商品放到推车里面就行了。要用这个捕虫网抓很多的昆虫哦。成功的买到了捕虫网和饲育箱，马上就出发去捕昆虫吧。